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今天很高兴和谭笑九段一起，在演播室呢，我们共同关注第一届湾区杯中国围棋大棋士战的决赛。啊，谭笑你好，啊，瑞姐好，哎，大家好，我是谭笑。那么这个大棋士赛呢，也是今年一项全新的赛事啊，也是我们今年年末最后一项这种大的棋战。对。那么这个比赛呢，也一直是连续进行的，今天呢，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那么进入决赛的两位棋手呢，分别是龚子豪九段和丁浩九段。这个，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决赛的画面。啊，现场画面。这个比赛也是头衔制的，哦，对，对，是，也是因为大棋士赛哈，对，听这个名称是吧？啊，大棋士和国手今年啊新增加的两个比赛对都是对头对，衔制的。哎。那么国手丁浩已经取得了冠军，啊，这个大棋士丁浩又进了决赛。啊，丁浩好像今年9月份入学了上海财经大学是吧？对。然后他入学之后，我觉得就突然成绩突然爆发了似的，是我你感看，觉他最近状态特别好，基本上不输棋。太厉害了啊！那么龚子豪其实状态也很好，应该是前不久刚拿了这个龙星战的冠军。和阿安同山杯对，阿汉同山杯，然后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还有这个天元战的冠军。对，那龚子豪是有今年拿到3个冠军啊，三冠。那么丁浩呢，我们说了他入学之后唱棋杯，这个国手战，对。国手赛还以及是有一个网啊，络上对，的腾讯腾争霸讯赛，争霸赛，啊，那个也很有含金量。对，因为那个也是就是所有的棋手哈，就对。是不管中日韩棋手都可以参加。那这么算起来，他们两位正好都是拿到了3个冠军。对，龚子豪还多取得了一个那个龙星战的对抗，双边对抗。阿寒童的啊，是吧？阿安同的，对对，中日的阿寒对童的这个对抗的优胜。对，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两位棋手不管从这个实力还有状态，目前的这种人气，应该说是旗鼓相当。对，我们之前还说这两个人感觉下半年在国内比赛啊都不太输棋，啊，所以说成绩都非常好。对，我看一下他们俩今年的这个总的这个战绩啊，基本上都是胜率超过了70%。因为这个70%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像他们经常在围展的担任主将，还有对，很多比赛都是进入了决赛，所以这个能达到70%，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是的。好的，那我们这个比赛呢也是在中午12点啊打响了，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啊，棋这盘盘棋棋是局，猜先，对，丁浩执黑。那丁浩，我发现他最近好像猜先执黑的很少，哦，啊，是前吧？面的比赛大部分都执白。这盘棋其实大家的关注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是，啊。一方面呢，也是一项这个全新的赛事，又是这个年末最后一项大比赛。对，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位棋手，大家这个都非常的喜欢，是对，而吧？且状态都很火热，他们俩等级分一个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四，对，啊，你看这个，应该说是正是咬得最紧的时候，是对，吧？是的。两位顶尖棋手，好，这个第三步丁浩就马上点三三点三啊，三这还了，是丁浩比较喜欢的布局。是吧？那么，如果白棋如果不站这个角，他哈一般会下成一个对角，他一般是这种，比如说这种星尾或者小目。丁浩最近的布局好像也是比较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第三步点三三啊，这时候挡哪边其实是一样啊，的对，现啊。在是一样的，就看白棋这时候选择长还是飞。对，啊，其实白棋也有选择飞的，飞我不知道丁浩会不会使出这个米氏飞刀，好，马上开始下。哎，像这种情况，就是两边都是空角的情况下，用米氏飞刀有什么讲究应吗？该好像差不太多，差不太多但是如果白棋有角的话，好像有一些讲究哈，就那是是如果，哪边有子？比如说咱们现在这边有子和这边有黑棋角的话。黑棋应该拖肯定是成立的，白棋搬下去不太，不见得会好，搬黑棋点，这个是一个米刀的一个基本型哈。对，长，这样的话，也是看周边的配置，那么在
一开始右上角黑棋星位的话，好像白棋这么下的比较少。嗯、这个是虎虎出来吗？现在有虎和打了飞的下法。啊。打了。这个接下来我就不太了解了。对，打了飞，反正也很复杂。黑棋有断，白棋粘上。嗯。粘这个。粘这个。那黑棋有二路小尖的。嗯。好像现在小尖比较多。之前看他们往棋啊等等经常这么下。啊、哦、好复杂啊这个变化。对，因为其实他们要在网上下的话更多是一种训练。嗯。啊、那么在比赛中还是会慎重一些。那么实战由于黑棋直接点角之后白棋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下法。白棋是单长，长，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明的定型啊。对，嗯，黑棋飞，小飞啊，反正也差不多。就算白棋飞，黑棋顶了扳，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啊。这个他们很多棋手，有的说这下便宜的，有说亏的。哪下？啊、就这个这一下接。哦，这下接啊。哦，就这个交换到底是对，到底是谁便宜？谁便宜了？啊那么是黑棋便宜还是白棋便宜，其实这个众说纷纷、哦、没有说一个特别多的一个定论。其实这两个都是定式，对吧？对，是的，都有。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开阔的一个这么开放的一个局面，我觉得确实不好说啊。主要是形成战斗的话，比如说尖一下、白棋就有可能亏，以后会被黑棋断打、哦、但是当白棋走的时候，比如说我白棋搬黑棋挡、我白棋断的时候，那白棋就有可能便宜了、等于是交换到了。对，这就是看谁走、这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就说如果啊、以后就是他现在不交换，以后再来交换的时候，比如说黑棋啊、如果是尖的话，黑棋会长，就不一定是几了。对，黑棋不会是几了。嗯，所以这个尖和几到底是便宜了还是不便宜？嗯，确实是不好说啊。对，但是白棋非要冒风险啊，冒着被黑棋拖的一个风险。嗯。那么开局比较简明，嗯啊，没有走那么复杂的变化。飞了之后，现在白棋选择是白棋站角。站角啊、其实这时候白棋也是这两个选择两个空角。嗯。是不是也差不多？对，这个完全看个人喜好，像我喜欢站这边的角。我比较喜欢下成自己有一个势力范围的、这种连片了 这样的话就是局面会打得散一些。对，那你看黑棋站起来也很有意思。嗯，它正常来讲，我们小时候学的棋理，你这个脚不要冲着人家，因为这感觉被白棋挂，正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棋形。对呀、像小时候我们走，你要么站这个，要么站星，总觉得这个站小目被别人挂一下。这个方向好像主动是拱手相让了啊。对，而且这个时候是黑棋完全是有这个选择权的。对，这时候黑棋你说我选择哪个完全是我自己可以啊，我比如星位或者小目。嗯，其实这个小目就挺不错的。这样的话白棋再挂角不是，对吧，觉得这个方向是不是那么顺手。对，但他现在因为现在的棋嘛多数都点三三，他考虑到的是点三三之后的一个配合。哦，所以丁浩站的是这个小目，对，专门冲着你的一个这样方向，好像是主动要求你来点角，是不是？对，期待你点角。这个时候白棋好像也没什么理由不去挂角，好，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挂角。对，白棋挂角应该是必然的，不管是低挂还是高挂，这个应该是必然。对，这不能拒绝啊，这个好点。嗯，好，那就看白棋挂完，挂了之后，现在白棋在上面。继续挂角。这个平时我觉得谷子豪应该是会选择点角的。那么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摆一下了。这个地方如果白棋点角，丁浩他肯定会挡了飞。现在飞，这现在可以下。对，应该是现在为什么要飞啊、嗯、如果现在我们再和这个左下角下的是一样的、可以看那黑棋这上面就没有配置了。对。当黑棋在选择搬了靠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白棋会在上面打出，黑棋等于封不住白棋。嗯，啊，这样是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定式，白棋长出啊，但是黑棋选择搬了靠，在初始阶段这个定式往往是
不便宜的啊，黑棋对这个顶势是不太满意的，嗯，啊，我们可以记住。那么他现在选择飞，他希望形成的定势呢啊是白棋顶，黑棋挡住，嗯，啊，白棋搬，这样当黑棋再搬啊，白棋挡，黑棋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刚才白棋不是冲的啊，刚才我们搬了靠的时候，白棋是上面打出去，现在等于白的已经冲掉了一下，嗯，啊，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如果你打黑棋一打，我就把你啊，把右上白棋封在里面。啊，这是黑棋比较想下成的一个定势。嗯，同样都是把这边封住。对，但是这个定势比刚才直接靠粘住，对，要完整的多好一些。因为白棋刚才是从上面打出去了，嗯，啊，等于现在黑棋整体封住是比较厚的。嗯，啊，黑棋想形成这个定势。嗯，那么像这里，啊，白棋就说，那你飞的话，我敢不敢拖呢？啊，对。这个地方你飞我敢不敢拖啊，就像一开始说的，我到底敢不敢拖，对，会不会形成米氏飞刀啊。那像啊，这个定是嗯，这个局部肯定双方都考虑的比较清楚，当白棋拖的话，黑棋会选择一个弃子的定式，小尖，白的长，黑的压，白的搬啊。嗯嗯，搬白的搬，黑的虎啊，黑的会选择虎的一个定式，不是粘是虎是吧？啊，对，黑的现在会选择虎哦。那么白棋立，黑棋断啊，我把这三个子给弃掉了，嗯，现在是这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式啊。嗯，那黑棋可能下手棋会选择叉，嗯。好，原来粘的话是打吃出来啊，对，是的。现在虎的话就是单拆，对，这是两个定式啊。哦，黑的应该会选择拆低位，低位，嗯。那么就是现在到可以看右下角，嗯，白棋低挂一下这个定式，白棋亏了，嗯，就这两手棋白的亏了。啊，现在其实很微妙，围棋是一个很微妙的。现在就由于有了这下低挂，黑棋在右边这一带配置还不错。啊，这个阵势还不错，因为这个小尖头是起来的。嗯，如果现在白棋选择的话，现在会选择高挂，是会高挂了。哦，是的，这跟右下角都是有关系的，这个，比较微妙啊。啊，对，嗯，这应该是黑棋准备下的一个定式。嗯，那现在为什么不选择粘？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粘，白棋还是立，黑棋断。嗯，那现在黑棋这个方向就不对了。这也是啊，应该经常我们在棋谱中见到的。对，这个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下法。但是现在可以看，由于这个角是白棋的角，嗯，啊，黑棋本来一般是在上方啊，有一些模样，嗯，所以说这个定式黑棋是不会选择。对，这样子的话，黑棋的配合好像不如刚才这个图，刚才这个虎的这个图。对，是的，啊，所以说一般小目这个尖起的话。白棋挂角，黑棋肯定会挡了飞。哎，如果黑棋粘住的话，现在能单拆吗？啊，那粘就比虎就吃亏了，这个棋形虎就会更加有弹性，哦，啊，棋形更好。嗯，这个粘比较重。如果要准备单拆，这个时候就选择对，因为粘的话，黑棋要打了贴。嗯，啊，这个地方棋形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又学到一个新变化。对。啊，所以说白棋他没顾子豪没有点三三，嗯，他也是知道丁浩准备下什么样的这个棋，嗯，就是为什么他在啊右上角白棋就没有继续点三三了，嗯，白棋挂，黑棋小飞，嗯，白棋叉。其实我们之前刚才在国家队楼下在讨论 啊说他们猜先啊，我们之前在比赛没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说顾子豪猜到了黑棋，嗯，那么顾子豪一定是要走成一个啊战斗乱战的那种格局，嗯，但顾子豪如果猜到白棋的话可能不会马上进入这种乱战的格局。为什么呢？这可能跟棋分有关，因为黑棋大贴目嘛，现在比较难下，那么顾子豪又是力量型棋手，嗯，
那么他掷黑的话就会马上就跟你贴身肉搏。哦。但是白棋呢，他觉得相对比较从容一点，嗯，不至于一开始就这种乱战。对，就我们都知道丁浩这个顾子豪的棋风啊，因为他又叫网名叫恶霸嘛，是吧？对。然后大家总喜欢这么称呼他，嗯、并且他的棋风也知道非常的有力量，经常是会屠龙，是吧？我觉得他的屠龙率好像是不是下两盘啊？比应该比十月还要高一点。下两盘感觉有一盘要杀棋。对，这就是他的一个风格啊。嗯、但是今天他的对手丁浩九段，你怎么看他的棋风？嗯，我感觉反正很强，因为前一段刚跟他下了一盘比赛，国手战的时候，我是八强输给丁浩的，当时感觉被碾压了，就是很全面。对，丁浩最近这个实力啊，这个成绩啊，都是特别的出色，是吧？对，因为当时我想，我要是跟丁浩猜到白棋，我还好下一点，猜到黑棋，我感觉就是反正很难发力，然后丁浩又特别的稳，就感觉经常命中一选。对，我看大家就评价这个，其实顾子豪的棋风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总结，丁浩的棋风好像似乎就是他的特点没有那么的突出，是不是？对，比较均衡。是的。嗯，这也是他这个比较这个技术比较全面的一个特点啊。嗯，好，我们继续。嗯，啊、那么黑棋。点三三，点三三啊！这个遇事不决，点三三，点三三了爬，啊，这个地方白的长，长，哎，可以看，那这个局部我们刚才说过，之前像这个局部是飞的，这个局部黑的就会选择爬，对，他这时候没有再飞啊，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肯定很多棋迷朋友们问，这个棋黑棋为什么不飞，为什么选择爬呢？嗯，那这个角就是飞，这个角为什么就选择爬？对，这个可以下，为什么这边就不可以下？对啊，因为其实爬的话，白的想搬一下，那黑的肯定是要跟着搬，那现在这尖下到底谁便宜？刚才就前面说过，其实像这种尖啊，第一个不好判断，但是在第二个的时候，黑的这一下是黑棋便宜的啊，便宜的。对，这样的话就多出了一个打断。对啊，为什么说？这一下交换是黑棋便宜了呢，因为黑棋以后断打很严厉，这个断打当黑棋断打下去的时候，白棋会被黑棋分断，他再爬一下，白棋长，黑棋长，嗯，可以看现在这边子力，由于下面这边黑的有头，所以说上方战斗的时候往往黑棋比较有利，那如果是白棋走的话，白棋的搬我们比如说搬断吧，我黑棋就跟着你打你这个地方下去也无所谓，由于我这地方有头我就算小尖棋，你白棋在这一带也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说白棋搬断或者搬了搬对白棋来讲不严厉，那么对黑棋来讲断打是很严厉的，所以这两下交换，对，那么就白棋不便宜，但是没办法，因为黑的是爬的，所以说白的得跟着搬。哎，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再小飞的话，就有点僵化了啊。对，这个小飞就不如爬了。对，而且我们看到这边，这边也小飞，这个价值，这条边的价值本来已经压缩了，非常小，对。对，所以这时候呢，还是要选择爬。对，所以说高手在这种细节的地方是不会错过的。是的。其实像这种变化也首先是他们把各种基础的这种定式已经是烂熟于胸了，是吧？对，所以在运用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场合来选择，所以我觉得爱好者我们首先做到的时候先把一些最基本的这个变化先去了解吃透，然后再根据这个不同的场合去选择，是吧？对，但其实变化也很复杂，大家想了解清楚的话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先记住几个最基本的，是吧？先保证这个不会崩溃，对，这是第一步。其实像这种就属于一个很高端的这种，就是谁便宜的这个得需要很多变化图的理解，对，比较微妙。嗯，好，接下来白棋在上面拖，黑棋搬白棋搬，其实可以看这个现在格局，感觉是一个非常漫长，
这个铺地板。黑棋先点两个三三。嗯。黑棋在上面啊打了冲下去。啊，他觉得打了粘呢，这个不太满意。比如说我们下个简单的，打了粘了拐。嗯。哎，这个非常对，非常简单。那右上角呢，基本上暂时告一段落。嗯。黑棋可能会连骗，在这两个哪个应该差不多。那么白棋飞起啊。嗯。这飞起对双方来说现在是个消长的要点啊，但是他觉得这么下呢，可以看黑棋这条边比较扁、嗯、啊，他没有任何发展的啊前途，而且以后被白的打入，嗯，比较难受、啊，所以说没有选择这个粘，选择的是冲。白棋断啊、嗯，冲下去的变化应该，大致双方都是没有什么有必然性的，是吧？啊，对，都非常有必然性、嗯、这个地方。白棋打吃，然后把这个打起来，这也是一个老定式。白棋立，黑子打，嗯。这老定式的时候，这时候白的是脱先的、嗯、啊。我记得，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说这个打了冲下去是不便宜的啊。这个老师就教过我们，这个黑棋这个定式不好啊。当时就说了。但是现在也是常对，现在发现其实、啊、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老定式白棋一粘出的话、嗯、黑棋原来都是贴，都是贴、啊、对, 对，都是贴贴白棋一跳，那么那他是在当时怎么啊？应该是大概跳一个，反正然后白棋是双一个或者跳啊，这个差不多差不多，比如就双吧、啊嗯、主要会发现黑棋对白棋这五个子啊攻不到，是 啊, 啊，不光攻不到，这一会儿谁后谁包也不见得。黑棋当时总觉得第一感就是白棋黑棋外围总是黑棋厚一些啊，嗯，应该是黑棋战斗起来更有力。后来发现经常下着下着就不一定了。关键这个白棋先把脚上实地给拿了，嗯啊，脚上接近实木些实地，而黑棋两边呢又都不厚啊，这个所以说觉得这个打冲下去不好，嗯啊，但是现在发现啊，黑棋这棋。大多数都是尖的，对，这个小尖，小尖之前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啊啊，对，没有这样的感觉，总是觉得是紧凑一些贴起来的，对，应该松一口气很难想得到，不好，对，不会朝这个方向去想，这个尖又是什么意图呢？就是白棋如果还是跳啊，嗯，他总之啊，你说你白棋，比如说要形成双的话，我这子就离你远一点，嗯。啊，因为一贴正好凑白棋一跳的棋形，嗯，啊，那这个地方很多黑的都是继续要拿捏白棋的棋形。对，哎，这个时候首先白棋是不能再来跳这边了。啊，也有这个跳也有，哦、那么跳黑棋冲白棋，在争子有利情况下可以小尖。哦，尖这个、啊。对，但是现在争子是有利的。哦，有利。可以小尖，可以小尖。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争子啊，啊对，就是打吃白棋粘住，能不能粘住、啊？这个你要粘不住，这就不行了。对，啊，你必须得粘住。现在是可以啊，这争子白棋还能跑，白棋能跑，嗯，那我就不能打了。对，那么黑棋翻出，然后白棋比如说再压，嗯，啊，但是好像不便宜，啊，这个跳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好的。对。所以这盘棋也是白棋跳是跳在这里、嗯、那么原来这个地方我是基本上见到的棋谱都是这么下的，黑棋小尖白棋挤、嗯、黑棋粘住白棋扳头、嗯、黑棋扳白棋长黑棋压白棋长，然后黑棋自己跳一个白棋拐头、嗯、黑棋再拆一个啊，好像这个棋应该在谱招中出现的非常多。嗯。啊，然后白棋在上方啊，怎么样去啊，继续瞄着黑棋的断点。总之是一个两分的啊，胜率双方也差不多。包括啊，像谷子豪这种，他应该是当时他跳就以为是下成这个图。对。啊，这是一个常见的定型啊。对，但是这盘棋黑棋是没有选择的尖，对，黑棋
丁浩呢，直接大飞一个，拆个边。啊，这个我是没见过，这个直接拆、哦、啊。哦，我见的都是黑漆小剑。好，他选择是单拆。那么，白棋现在在上面靠一手。对，这也是一个棋形是吧？这靠我估计他是现想的。现想的啊，对，因为这时候白棋的一选呢是飞，飞一下，然后就跳一个。啊，这飞一下呢是防止黑棋的这个间断。嗯，那有了这个飞啊，你黑棋就不能尖了。再尖我可以挤。对、啊，正好一卡。哎，这一挤这个。先手补住了这个。对你黑棋一粘我一粘，那你这个尖刺呢、嗯、就没有用了。对、啊。但是其实这么下呢，作为对局者来讲，没见过的也不知道怎么样。你这飞的跳我、嗯、黑棋就拆一个。嗯、啊。接下来白棋也很迷茫。我是觉得，反正告诉我这么下飞了跳，人家一拆，黑棋一拆，然后我下什么呢？我白棋，啊，只能说这个地方。丁浩可能有研究、哦、啊，这不拆丁浩应该是有一些研究的。就是现在这一代如果下成这样的形状，白棋下一手很难找是吧？对，下手棋没有一个明确的好点。脱先呢？脱先这一代还需要再走吗？对，就脱先的话可以看这个棋盘非常空旷，但是走哪里、嗯、前面说过这个打断其实很严厉，对，白棋需要防一点。嗯，那么第一杆这个地方飞一个还行啊，但是这个对局者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很迷茫，反正是啊。那么这步靠肯定是啊，谷子豪现象。对。那么黑棋退，他现在再压、嗯，对，再压一手。那没见过怎么办呢？谷子豪想，我这个我要发力啊，因为我不知道走什么了。照之前的图比呢，白棋没有明确的后续手段。对啊，你说我现在上方逼住，感觉黑棋也挺厚的，自己白棋的棋形也不太好，感觉有点无理。那他实验选择上压，他的意思呀，黑棋只能跳。嗯，黑棋跳我，比如说我长一个啊，你黑棋小尖一个啊，比如说我大致我飞一个、嗯、啊，我走过来。这看着我棋形还不错，这样的话就是两块棋能够联络，对，联络起来会变得厚实一些。这样就是白棋后势，黑棋取得实地。嗯，啊，这是谷子豪这个靠了压的意图啊。对，其实谷子豪的棋好像感觉看起来是喜欢就是在前面下的厚一些。嗯、对，他喜欢先把棋下厚，然后再发力，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好像。其实我发现那个。就是力量大棋手往往都是喜欢下厚一点、哦、啊，像十月那会儿也是他棋非常厚，对，然后靠着那个后势去屠龙。我说你那个别人叫你龙哥嘛，因为我跟他很熟，然后我说你真的那么爱杀棋吗？他说、嗯、我都是被逼的，因为我不够了啊，我这个不杀棋我也不够了。如果当然了，他前面如果下的比较厚，那一定是实力上会落后一些是吧、嗯、他说我要是能不杀我也不想杀，但是不杀我不够，我必须得杀的。所以不过这个话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凡尔赛是不是，总是好像是被迫才去杀别人。谷子豪我感觉不太一样，嗯，他在赢的时候他可以不杀，他赢了、哦、他还是会杀，他还是会杀啊、哦、我们说他如果啊能赢五十目绝不赢十目，嗯啊，他这个能杀你他一定要杀你的，一定是挑最狠的下手，而且就是你可能死一半都不行，得全把你杀了这个给你留下很大的阴影对、嗯、这个难怪叫恶霸的。对，这谷子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和十月稍微有点不一样，十月是说他赢了的话他就不杀了、哦、啊，就算了。谷子豪赢了也得杀。对，十月这个呢到底是不是主观的，嗯，这个存疑，但是谷子豪一定是主观的。对，这个已经是已经破案了。已经破案了、啊、就是喜欢吃棋。对、嗯。那么在这一压的时候啊，丁浩一看你这个想连上 啊我这个要扳头。丁浩也是这个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退让呢？一定要搬起来。说实话，这个白的靠着在这么压，嗯、我当时看我是
没这个棋感哈，因为感觉这个方向比较腻，就这两步棋看着。嗯，你是没有压的感觉还是？对，就是对这步压这个感觉我应该是没有啊。就是压的时候，大家第一感都是搬。对，因为怕别人搬会。哦。这然后，啊，顾泽豪是先飞一下，先飞了，做了一下交换。嗯，顾泽豪说：“你敢搬，我就敢断。”就敢断，这个一断上去，感觉一下子变得这个棋就紧张起来了。对。这一上边的对杀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可以看这一段双方已经都没有回头路了。对，作为黑棋来讲，我不能再打下面了。嗯，啊，这再打下面，我这个扳啊就亏很多，啊，我这肯定不能这么下。那么黑棋只能四路打吃。嗯，白棋立，黑棋挡下，那么顾子豪再继续。嗯，二路小尖。哎，这个白棋二路一小尖啊，其实对黑棋来讲有两种选择。嗯，一种呢，我直接立下去跟你对杀。对，啊，这里边这样子双方都没有退路。对，双方反正这是我先立下去啊。另一种呢，就是我团一个，团一个好像有一点给你一点这个，对对，就是给双方给你的机会，给双方反正咱们都彼此留个退路，啊，对，留个退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立，直接立下去，哎，直接立下去的话是对杀。啊，这里边是个杀气，白棋想直接弄死黑棋啊，肯定是不行。我上面，啊，肯定是杀不掉的。要不要先打一下？打一下是白棋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是断吗？对，这个地方白的有局部的一个手进。嗯，断一下，那么白棋可以再立一下。再立啊。哎，黑棋也只有吃啊！趁着黑棋气紧再一扑啊！现在就可以。对，你黑棋不能粘这儿啊！你粘这儿的话，这棋也就下完了啊！我这一打，对，这成为了一个大头鬼啊！我们黑棋一扑，白棋一踢，对，啊，黑棋踢，白棋一扑，啊，这黑棋就不成了。嗯，所以你黑棋是不能粘的，黑棋提掉，白棋再一打吃，黑棋提掉。形成了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结，啊，这个判断起来比较难。这个结这样的话，其实双方也黑棋已经提了两个子了，对，比较厚了，是吧？这个结谁轻谁重啊？这个结对双方来讲都不算是那种不能输的，致命的，对，对，因为其实黑棋就算都提掉的话，对白棋来讲也不是非常致命。是，那黑。白棋提掉对黑棋来说呢，啊，你无非是把我这些，啊，这个子吃了，但是我这已经提掉两个了，这个节双方是都可以考虑打输的，嗯，比如说现在黑棋可以断打，啊，那么在训练室就很多人支持黑棋这个图，说感觉黑棋输了也无所谓。对，我也觉得这个图黑棋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已经先吃了两个这么厚实的这个外势在这儿，对，然后主动权又在黑棋手里，黑棋可以选择啊，这个图黑棋也是可下的，你可行，啊，黑棋也是可下的，哦，啊，那如果白棋不断的话啊，在上方如果立的话啊，这个很有可能就下成这个变化，对，很有可能下成这个变化，那么立的话如果白棋不断，白棋还有另一个图，嗯，啊，我白棋比如说打一下，我白棋这时候先挤啊，这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你要是你还要这两个字，嗯，那白棋说对不起了，我先损一点，我搬一下，嗯，啊，我最主要的是啊用到这个挡，哦，那，啊，我只要外面有一个挡啊，上方这个地方对多了就要被我挤死了，可以看右边黑棋补一手，我再一挤，我一挤啊，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就想这里多一个子。多一个子的话，就是等于 A、B 两点见合了。对，啊所以说我一挤的时候，黑棋可能不能要了这两个子。对，这时候不能贪心啊。黑棋怎么补呢？上方可以团，对，团可以团。那团白棋吃，哎，这又形成另一个转换。嗯，啊，白棋通过，啊，这几下断掉之后，把黑棋啊右边的这两个子给吃掉了。这也是一个对双方来讲需要判断。上面是什么情况？上方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嗯，哦。将来就是白棋走
白黑棋收气也不用收很多是吧？对，没什么太多的收气。嗯，但白棋这下可能其实有可能先可以不打，保留，先保留一下，白棋可以单击。嗯嗯。这又是一个判断，像黑棋啊，这地方下来三个之后，嗯，左上角的断打啊，非常的严厉。对，之前一直反复强调过的。是，这又是一个图。嗯，所以说黑棋啊，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判断问题。那么丁浩在这儿想了20分钟。对，好像这时候丁浩是有个长考。对啊，我们这个大棋师赛用时每方2个小时。嗯，那他一步棋想20分钟，还是挺奢侈的啊。啊，其实我们解读一下黑棋的内心。嗯，黑棋当白棋压的时候，黑棋搬上去的时候，黑棋觉得白棋断不好。嗯，你这棋怎么能断呢？对啊，所以说我搬上去了。但当白棋尖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两个图我都可下。嗯啊，我是团一个或者立一个，这两个图我都不错。嗯，那么到底哪个好啊？那他就开始内心开始判断了。啊，他肯定觉得这两个图都还可以。对，这两个图对他们来说，计算上并不复杂哈。对，主要是一个判断。对，是吧？主要是进行判断。但实战呢，丁浩他没有选择立啊，他选择了团啊，这是我们说的另一个图。嗯啊，那么我看看团，说团的话，我白棋，我如果挡，我要是就挡，嗯啊，就挡会发生什么？这时候黑棋要立啊，那是不行的啊，还是被一个大头鬼啊，这一断还是断死。那黑棋会自己就虎啊，他算了黑棋。黑棋虎之前呢，我先煎一下吧。嗯，煎一下看的，哎，这顶一下很舒服。我黑棋就虎一个，这样的白棋。当白棋虎出去的时候，我黑棋就自己做活了。哦，啊，我打吃。这个先手做活。对，打吃完我就算了。啊，我长出。嗯，那么白棋上方走一个，我黑棋啊进攻你中央，可以看这中央这些白子很重。那么他下步棋走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大概吧。啊，我们走一个，他觉得这个图不错啊，他觉得对白棋啊这些子很重，是，主要是被这个地方尖了一下，白棋很损。其实这个图黑棋也不错，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嗯，对，啊，他觉得我这个不跟你转换了，他转换判断了半天判断不清啊，我这个活了算了。啊，单团，单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团，啊，他要问一下白的，看你要不要这三个字啊？对，主要是白棋一挡，被黑棋一顶，顶得很难受。是，而且这时候你不能，你还只能紧住他的气。对，你如果走松一点，如果白棋双一个，那不好意思，我就把你这就吃掉了。是啊，这个地方现在搬也不严厉。嗯，所以团的时候呢，白棋觉得挡。将来被人家监视不舒服的，对，被顶一下太难受，所以他选择是直接搬，哎，又形成了转换。转换，那么黑棋把这三个棋筋吃掉，挖吃，啊，嗯，对，这样形成了转换。嗯，这个转换怎么应该怎么判断呢？难，难啊。对，对我来讲，我是判断不清的啊。啊。只能我觉得他们两个棋手哎，也只能是一个判断一个大概的感觉。嗯啊，比如说丁浩，你让他自己说这棋，比如说如果是黑棋好，他好多少，那他肯定说不清。嗯，他只能说我感觉还不错这棋，嗯，但是说具体好多少的话，那只能交给人工智能。啊，哦，这时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判断。对啊，那你刚才说在国家队，大家认为怎么样呢？觉得黑的应该还不错，而且我们最简单是我们能看到胜率。哦，啊，我你下棋的时候，哦，对，你下棋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胜率的。哦，对对，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对，我要是先知道胜率，我再判断，那怎么判断我都知道。是的，是的啊，你相当于看了一个这个参考答案，对，是吧？对，然后再来这个打试卷，那就不一样了。嗯，其实主要是黑棋这个厚，你看现在黑棋吃了三个子之后，黑棋这边都特别厚。嗯，那么黑棋厚。像这一代啊，都可能会自然的成控，嗯啊，所以说这怎么判断问题？而白棋这个地方吃的是比较实在的目数，白棋长过来之后，刚才我们说这个断打啊，这个断打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基本上是补住了，对，所以白棋也有它的收获，是吧？是，白棋吃了小20目在上方，嗯，啊，自己，我黑棋
跳。对，这代黑棋还是需要补一手的。嗯，就是看怎么补。因为黑棋要不走，被白棋一跳出来，啊，那这黑的两个子可能就动不了。对，所以这个代还是要、嗯、还是要花一手棋。那么其实像黑棋啊比较稳健的，说我尖一个啊，这也都是可以考虑的，都差不了太多。对，尖是比较一种稳。嗯，保守的下法，对，比较稳健。那跳一个呢，效率更高一点，但是白棋更有活力一点。对，看看将来有没有可能动出来啊。嗯、好，看看现在下一步白棋，嗯，掉在这儿、哎，掉一个。其实他现在白棋也比较迷茫，因为现在全盘啊看不到眼见的大棋。嗯，比如说像这种自己拆个边，对白棋来讲是不肯的。嗯，因为拆边之后呢，被黑棋上方吊一吊，这边飞压一下，感觉跟着硬。对，我再飞一下，那黑棋子力多，感觉这上面就有点厉害了，潜力又膨胀起来了。我自己来一个，感觉白棋就比较难了。对，这样的话白棋时控有点堪忧。嗯，而且本身白棋拆个边啊，自己围效率就不高、嗯、啊，通常白棋都不会往这拆。如果不拆边，这条边好像也意思不大、啊、对，这条边是非常非常小的，对双方来讲都不太会走。那所以说方向还是在这一带，对，就看的是这一带怎么行棋了。嗯，我估计他想过，肯定想过这种尖冲。嗯啊，因为由于人工智能对啊这个李世石之后啊这种尖冲啊非常流行。是，那么实际上是调，选择这个再稍微这个温柔一点的调哈。对，这样变化更多。其实他这调啊还是想怎么样以后把这几子拉出来。嗯啊，当白棋拉出来之后啊，有可能形成反攻。那么哎，黑棋打入。嗯啊，他觉得这地方双方都不好走。这代黑棋如果要补，好像也确实是不好。对，你说让黑棋自己去围啊，这个意思也不大。白棋贴，黑棋退。嗯，那我白棋子力一多呢，我可能就会跳出来。啊，这地方我这边有子力，我就把这个拉出来了。嗯，啊，反而黑棋就变薄了。对，所以他这么围呢，他又不肯。嗯，如果让他缩回去自己补，有可能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黑棋自己。这个实在是下不出手。那当初还不如直接缩小一点，是吧？这个黑棋肯定是不会再补了。你说我黑棋再怎么想办法把这两个子吃了，或者把这三个子吃了，都不太可能。那如果这么分析的话，左右都不太合适，所以干脆脱先。走不好的地方不走。不走了，嗯，黑棋脱先。嗯，白棋呢也没有在这边跟着下。对，其实白棋在这边走，感觉也挺没劲的。像白棋这个靠。因为黑棋像这种子，黑棋都可以随时考虑弃的。嗯，黑棋本身自己就是活棋，啊，只是因为白棋现在也找不到头绪下，啊，这盘棋现在下到这儿呢，进入了一个双方的迷茫期啊，就是我该下哪儿，走什么？对，没有什么参照，因为这个很多棋形呢是一个全新的变化，是吧？对，哎，这个时候就是，想要去背谱什么的不可能了。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棋手最怕的是他判断不清哪儿大，就是都感觉都不大、哦、啊，自己走哪儿都不大啊。好，来黑棋挖。黑棋八。嗯。啊，这个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他们说跟人工智能下的话，嗯，就是感觉那这种棋特别容易发生啊、嗯，就是你感觉你走哪儿都不大，然后。但别人一走，哇，这怎么这么大？对，就别人走的地方永远都是大的，我怎么经常小的在走？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心理作用 啊？不是，就是真的是亏了，每步棋都在亏。哦，刘震，你就是他没有下之前，你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意识不到这这么大，对。哦、啊，顾子豪在这里是一个里打，正常来讲，这种挖通常白棋是外打啊、嗯，外打黑棋粘。啊，白棋再粘住，把这靠的子给弃掉，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黑棋打，对，啊，白棋就算了。嗯，那么现在白棋没这么下，它有两种，一种是觉得这个这样走呢，这个靠没有达到目的啊，它被黑棋提掉之后啊，它又不知道走哪儿，啊，
啊，这个棋就是我不能老不知道走哪，所以说他想有一些头绪。嗯，另一点呢，可能觉得这么下形势没有这么满意。嗯，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从里边内打，但里边打也有一个问题哈。嗯，让黑棋顺势长出来之后，因为我觉得这边黑棋挺厚的了，只有三个字。对，所以这些子呢，其实对黑棋来说无关痛痒。对，像白棋现在眼见的是能冲下去，嗯，但是这冲下去啊，对黑棋来讲有没有那么伤啊？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样子黑棋就把实地转到这条边上来。对，黑棋啊，白棋这样冲下去了。嗯，然后黑棋又黑棋搬住，其实把这个棋筋还是吃掉的。嗯，那么黑棋白棋的收获好像。对，收获不大，并不是很大，是吧？就是把这里冲下去，将来留着一个联络哈。对，我们可以啊，再摆两步，我们再判断一下。好，白棋压，黑棋长。嗯，白棋压，黑棋长。嗯，啊，那么大致下到这儿，如果可以看外面有断点，白的需要自己补一手棋。嗯，啊，我们可以看白棋这个靠啊，白棋在这里花了一手棋。嗯，啊，白棋冲下去了。外边压了几个，但是呢黑棋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花手数成目了。对，那这两个子也死掉了。其实白棋在这里啊花了一手棋，他的目数反而是亏的、哦、啊，这个他等于说外面走后了，但是从目数来讲是亏的。嗯，但是现在可以看白棋这个后势啊根本就没什么作用，外面还轮黑走的话，黑棋随便比如说小飞一个啊，这个没有任何能攻到的地方，那这个后势就是一个干后，对、啊，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子，白棋的目数啊，实地可能是要有一些对，所以说，嗯，这个选择白棋这选择应该还是不太好。那这么看起来，是不是还是应该从这边打？对，或者是这步从靠，如果他觉得靠完外打不满意的话，嗯、那这步靠可能就是有问题啊，这步靠。比如说这时候白棋可以想办法直接把啊这个地方跳出，直接战斗。对，因为这个跳出啊，这有战斗啊，就其实就更会容易啊选点。对对对，确实是啊，因为当初毕竟白黑棋补的是稍微补的大一点。对啊，当白棋跳出之后，黑棋这边还有比如说这种打入这个保卫才能体现出来，嗯、有可能。那他实战的靠呢，他被黑棋挖他又觉得不满意。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可能啊，我这个图不满意，但是下面那图发现更不满意。啊、而且这一串被一挖之后已经脱不开手了。对。啊，这个从白棋内打冲下去之后，嗯，就是必然了。只能这样子，只能如此进行了基本上。嗯，再压，再压一下。嗯，那白棋是在这里跳啊，这是白棋的权利。嗯，黑棋冲，白棋也冲。黑棋其实这时候呢，不需要太花时间，只要跟着你硬就可以了，是吧？对，像这步冲啊，黑棋冲出去，对黑棋来讲都是命令形式的。嗯啊。因为现在白棋接着如果冲出，黑棋顺势一冲，对，顺势冲出啊，这对白棋来讲也冲得很没劲。对，我们说这时候黑棋就不用动脑筋了，对，就交给白棋来选择、啊，需要白棋先出招。对，而整体来说，黑棋这个右上这个大型变化下来之后，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哦嗯。对，嗯，对白棋来说现在就比较难办了。那可以看白棋啊，通过这个跳了几下，他说我。嗯，先不补断了，我得抢先手，再补断这个形势啊不容乐观，抢攻啊。嗯，那不补断这个地方的断点，黑棋就要打出来了，打吃，黑棋马上就动手。对，我估计当时顾子豪他跳几下的时候是不是想打吃，我没准啊外打或者是先脱先也是有一些可能的啊，比如说我外打一下，我又脱先了。外打一下，嗯，
我外打一下，我脱先了，我接着进攻你啊，也不是不可能。那上面是什么情况？上面黑棋想花一手棋把白棋全吃掉是比较难的，可以看白棋一路有度过。嗯，啊，这一路有度过之后呢，上方白棋花一手是能连回来的。就是你如果分段啊，分段我可能就、啊、我就度过，就度过上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日后再议。再议。对，嗯，先抓紧时间抢一手是吧？对。那么实战他也，他觉得，哎，还是得要。黑棋长。现在总的来说还是，黑棋是主动的，是吧？啊，白棋是有一些难办。嗯。长出来之后，确实啊，这个棋，白棋自身的棋形，对，白棋有粘之后啊，这个棋啊肯定是不能死的，必须得连出，想办法跑。那么如果白棋刚才打上面一下的话，他是可以考虑怎么样弃子的。嗯，现在就没有退路了。对，跳出，白棋飞，黑棋飞，嗯。那么白棋粘，其实白棋很不想在这种地方啊下棋，但这种粘啊对黑棋来讲是没有关系的，这相当于单关，但白棋由于自身需要联络必须得往这下。这个那么黑棋把这个拐到，嗯，这一拐很大。对。这一拐之后这三个白子好像不太好动了是吧？对，当黑棋拐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相当于黑棋打入白棋拆个一，嗯，那黑棋在这边走了一手棋，嗯，但黑棋这手棋走的有点太好了，啊，把白棋这三个下面这个都给吃了。这时候白棋这三个子也啊跑不出来了，跑不出来了，这猴被一夹就死了，啊这嗯啊你能冲啊啊跑，那跑出来应该也不便宜，又没什么意义。这个棋我就弃了嘛，我就冲。这应该相当于跑不出来了，是吧？这样一圈都是先生，这被黑棋这么一搂，那白棋肯定是不太行。这样应该是亏很多跑出来。所以拐的时候，现在白棋呢就没有再往外走。对，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好的。嗯，这一棋、嗯、现在白棋，我们先不点这个地方啊，这块棋。搞不清是什么，有可能会成为孤棋啊。嗯，这以后再说。我们先看时控，下边这个地方白棋算个八目，这也算个八目啊，十六目。十六目，然后上方这一带给白棋算二十目弱啊，白棋全盘约三十五目。嗯，那黑棋这两个角二四，十五目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嗯，我们先算十五目，这是六。这个地方是十一二目，二十六吧，这算十一目，二十六。这个地方是啊，这个地方二十三四目，啊，黑的全盘十五目加十一目，啊，黑的全盘大概有五十目。刚才白棋是白棋是三十五目多是吧？对。黑棋是五十目强。对，黑棋全盘五十目，所以说白棋在实控上不太够。嗯。就我们那么厚薄上呢？实控不太够，厚薄上。厚薄上可以看黑棋这边是铁厚。嗯。那么白棋只能去攻击黑棋这一个子。嗯。因为其实该给白棋这点接近二十目的话，黑棋外面它这种压都是先手，所以说。整体的厚薄肯定是黑的厚，嗯，这种压算上白的大概在二成，而且白棋这一块还是，对，不，这块棋它也不能说它是孤棋，但是白棋眼型还行，黑棋灭眼的话，白棋这一退，这一只眼然后再跑，但是它也不能算后势啊，就也不能算后势，对，它只能说它是一块棋。现在主要是，那么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控啊，嗯，要想办法去。追赶，对，是吧？时控是明显差的。嗯，那好，我们看看白棋现在，他是搬，
对，这时候决议给白的选点是这个。啊、哦。这个时候决议说，我白棋只能先去啊，比如说黑棋靠，那么我或者我啊。就是要准备吃棋了吗？对，反正我就必须得啊惩罚你这个子，对，我这一阵啊得去进攻你。必须要进攻了，是的。如果不取得一些利益，关键是黑棋除了这一个子啊，别的地方还是黑棋后。嗯。啊，这样我们之前这种地方，打个比方，当黑棋不够的时候，黑棋会使出二路拖的这种强手。还有这种手机啊？对。当白棋搬，黑棋反搬，啊，这个地方白棋也不太好搬。嗯。但是。白棋是拿黑棋没有一点办法，因为这段黑棋太厚了，黑棋都是铁后，对，黑棋太厚，所以说只有这一个子现在是最没有安定的。哎，但白棋这种棋太难了，这种棋，对，因为白棋可能还是想要保留一些这些的变化，这的话就马上就卖掉了，马上卖掉了，有点不肯啊。棋手心里是其实可以理解，嗯，实战他选择的是。搬了靠啊，那么可以看这个局部，黑棋依然选择是打出、哎、啊。前面就说了，这个白棋搬了靠，黑棋就会打出。对，其实这个就是说，单从局部来说，白棋也不便宜，是吧？对，单从局部来说，被打出是不便宜的。而且现在白棋、黑棋长出来之后，和这个子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联络。嗯、那么白棋下去之后啊，就想在边上有一些作为。嗯、白棋选择搬。搬后连搬了把啊，黑棋搬住，黑棋打吃，白棋选择了粘住啊，这地方白棋不能打了，打的话黑棋会选择对打出啊，就把这个吃掉、啊、这样的话里边正常来讲白的就提一个，嗯啊，但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棋就算决议来了可能也未必能赢就决议直白的话是吧，对，因为我们看到白棋把这个子冲过来其实就是想要经营这个左边是吧，嗯，你这个定式被黑棋提了一朵花，那这个左边的，对，这等于成控又化为泡影了，这一个交换白棋又亏了，如果说这个地方被提花的话、嗯、所以说肯定不能这么下，对，这个组合不能，这个组合有点太奇特了啊，所以它是要粘住的，嗯，黑棋打吃后白棋粘住，粘，嗯，哎，其实这个长也很诱人啊，长着去看着很诱人，对，对，很想长一下。但长的话，白棋后手了，白棋肯定想办法怎么这一带怎么围呢？嗯，围个他吧，先围个六路再说啊，反正都是我的了。赶进来就要杀棋了啊，这个没得商量，必须的只能杀，嗯。其实长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为什么呢？是吗？当黑的长的时候被白棋打，黑棋有点难受。那我也只能啊、哦，黑棋我也只能硬啊。黑棋打白棋提掉啊，那么这以后再被白棋接着一拍，再打，对，我不知道该粘还是 提是吧？提的话再被一拖，手段很多，这个无尽的烦恼。哦，其实没有这么大啊，有道理。丁浩这头脑很清楚，对，方向感很好啊、嗯、他知道只要把白棋这条边破了呀，嗯，时空肯定就赢了，对 对、啊、不需要再破上方的这些木了，是，只要分寸感很好，他就一直在把控这个局势啊，他如果上面提那么被黑白棋一围，这个局势可能又变得有点、嗯、对，他应该是就现在判断的比较清楚吧、嗯、就知道我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干什么，对啊，现在就是只要不让白棋起一个大空，嗯，白棋就不行，除非你把我杀了啊，他是啊飞，然后白棋上面这个打掉，对，这是白棋的权利，好，接下来白棋是刚刚他是插在这儿，对，进攻，进攻，这必须得想办法进攻黑棋。但是现在到底是在进攻黑棋还是什么？因为白棋这一串，只能好像慢慢的，怎么觉得黑棋也要形成一个包围圈？对，因为白棋自身五个子啊，不是很厚，
那么这个加油点就是，反正也在边进攻边在收木吧。就是你黑棋往出跑嘛，那我就从这出来。但想杀了黑棋，这个显然不可能，这都是同水平的。顶，这一顶很厉害，因为本身白棋最希望的就是黑棋跳，跳的话我白棋啊肯定算了，我杀不掉你，联络了是吧？对，我赶紧想办法拖过。啊，这一拖黑棋动不了了，如果搬就断。对，你打我就恰打的打过来。对，如果你打吃。这个发生这种局部的战斗，对白棋来讲肯定是好对，这白棋还赢了的。所以黑棋呢也是要，那如果被拖，黑棋不搬下去，这个目数白棋就长了十几目。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形势，就很难讲了。这个地方黑棋要不要手软啊？一定要顶掉，对，顶完再跳。对，主要是现在确实黑棋跳出来，白棋这五个字也很薄。而且白棋这个基本没眼吧？对，下面是不没是眼，眼？不可下。能，不可能往这做眼，这往这做眼，肯定是不行了。所以白棋也要出头，嗯。白棋现在尖冲，啊，黑棋你看黑棋稳健啊，黑棋就稳稳的小尖，小尖，这步小尖也是，棋形的第一感，因为这种尖冲特别喜欢，特别想贴它。但是当白棋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黑棋还有一个，这个这里穿有一断，个穿线眼对，啊，棋形不好。那么这小尖为什么说是棋形的第一感呢？因为小尖之后啊，白棋这个二尖跳，它的联络是有一些问题的。那白棋一般是想冲着补，但冲着补还是欠着一还个是有是吧？对，冲了挖断之类的断点。这个白棋也不太好补啊，白棋现在那冲，只能冲，因为我白棋没法自己在这花手棋补一个，对。形势也不允许。不能这么慢悠悠的了，他是先冲，长，然后现在跳这里，跳是，基本上是跳一下。要求问你要不要给他联络是吧？还是先弯，弯了以后这个是白棋有一个打打劫劫。过啊，是吧？将来白棋可以走这个。黑棋冲，白棋白要棋渡渡，过，黑就是棋怎么打。讲？这样白棋有一个打劫联络，这个也是这个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才会下。但现在其实，跟白棋想的应该不太一样。白棋是需要进攻黑棋，对，黑棋现在贴。再贴了冲。冲。对，现在白棋自身的联络也不太完整。这个现在下到这个冲，我想说，是谁攻谁呢？这个地方。是。那丁浩这一冲的意思，肯定是说白棋你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这别攻击我了，好好看看自身吧。这个时候白棋棋形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如不果管你走哪走儿，黑这棋应里，该都是双，因为都双了之双，后有一个有挖一个断。挖断，那么黑棋有个双，再往出一跳，那白棋出不出得了头啊？这个还不好说。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冲的态度就是，现在黑棋要进攻白棋。对，我好像记得下到这个就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是白棋还是黑棋开始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长考。那应该是白棋白吧？我棋感是觉应该吧？是，因为龚子豪好像前面下的比较快我记得之前在这一带好像当时有说用时间换这个胜率反正什么的，就是龚子豪下的非常快今天。对，但是随着这个棋局的进展啊，白棋你必须得去花时间去考虑，是吧？对。怎么样扭转局势？那么实际上下到现在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黑棋是比较顺利的，对，比是较吧？主动现比在。较主动啊，白棋是要好好的动一番脑筋了，怎么样挽回局势？那我们也
先告一段落啊，中场休息一下。好，过一会儿回来。嗯。天元围棋会员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啊！这盘棋呢，刚才是进行到这一段的时候哈，好像是黑棋一冲，白棋是赢了一个大长考，迎来一个大长考。因为这一冲对白棋来讲，棋形非常难受。对啊，如果看成黑棋这双是先手啊，白棋别说攻黑的，自身啊，这个能不能活还是个问题。对，所以说可能被黑棋一冲，白棋现在已经很难办了，是吧？对。那是不是他们之前这一代有什么问题吗？可能是，我感觉还是白棋搬段啊，搬了靠段的这个选择上有些问题。包括白棋这个夹击过来，应该是形势所迫吧。他应该知道这么下也是不好的，但是很难找出来更好的拼搏下法。像这一代，当时我觉得这步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往回几步啊，这时候的这步跳，其实白棋是有可能先不下的。这个，这时候白棋跳出，黑棋小尖，那么白棋冲，黑棋退的时候，白棋有可能先选择拐头，这样黑棋会跳出。白棋肯定日子会比刚才被黑棋冲的时候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判断之前目数不太够。就比如说现在白棋也是我尝一个，那黑棋呢我也跳回家这样一看，这一串白棋也没有走到什么实地。对，这样子大家都安全回家之后，刚才我们说了黑棋其实实地是有牌面15目左右的优势哈。对。那现在想要去追回来，追赶回来，对，不太容易了。只能说这个当时估子好，这个搬了靠段可能，应该继续攻击这个子。对。这是一个方向。决议，当时也决议给的一个方案是吧？对。嗯。但是就算那样，形势也不是很有利。那么白棋顾子豪的这步跳呢，其实是在试应手啊，说你黑棋到底要不要阻度。但是黑棋有个巧妙的一猴啊，这个猴完之后，该说白棋想度过呢，只能打劫度过了。对，这对白棋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对，这个打劫是黑棋的无忧劫。对，那么黑棋压，压了这一冲啊，这一冲白棋确实是难办啊。感觉像这种一冲啊，当时肯定脑子里想过这期要不要认输，这种感觉到这个程度了是吧？就是因为很难办这个棋。但是呢，这是头衔制比赛，大比赛。我相信如果是训练棋的话，肯定就算了啊，有可能会认输。其实我们这个大棋是在我们正好也从第一局啊第一轮开始就一直在直播嘛。对。其实大家应该如果一直关注的话，也是对这个比赛呢也是比较了解了。那么这两位棋友之前也是一路的过关斩将是吧？对。这个在半决赛当中，丁浩是战胜了彭丽瑶。彭丽瑶。顾子豪是战胜了这个老对手米玉婷。是吧，他又赢了米玉婷。前不久刚在龙星战士2-1赢了米玉婷。对。所以应该说两位都是状态非常好，但是是不是连续作战是不是也会有点疲劳啊？这也看状态，比如说像之前有的比赛有的说这种越战越勇也是很正常的。那要分情况。对，像连续下比赛呢，就有可能下着下着本来还状态没有达到最好，那下着下着状态感觉是达到最好。尤其越赢的时候越就什么棋都敢下，就那种自信心啊包括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对，双刃剑啊。那刚才这盘棋呢，现在是黑棋一冲。白棋这里是这一代长跑了我觉得至少有20分钟这步棋。那说明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啊。因为前面一直是顾子豪下的落子比较快。对对。像在这一代其实很复杂的变化下，他都是一把时间是存下来了是吧？对，其实两个小时棋
我就现在比较有感悟，就是经常下到后面时间不够用。是的，是的。到后面读秒的话，头是晕的。像我第一盘棋这个输给廖元赫，当时就是棋形势非常好，胜率我黑棋是98，当时。98啊，对，就是基本上正常来讲没什么问题，然后就读秒钟就是自己就突然感觉也不是打勺，就感觉当时就脑子一热，就上头了啊，然后就这个走完就不行了啊。对，所以这个读秒一催啊，有的时候就是你就下一些你之后来看就匪夷所思的棋。对对，就是感觉哎，我怎么会往这下？但是就是在当时读秒催促那一瞬间，就是什么棋都会下出来，是是是，什么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对，所以如果是形势比较接近的话，那留给时间留给后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战术。对，所以这个时间的分配，一直我们就说时间的分配是绝对是一个很科学的问题。对，就是但是就有的时候呢，你如果把时间呢留在了后边，但你前面没下，前面对对，前面没下好，没下好，对。就像比如说这盘棋，现在白棋形势是不太有利的，也许它时间会是占优，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棋一长考，这一处长考也就花的差不多了。对，好像说这步棋长考之后呢，现在双方还剩都剩14分钟啊。都剩14分钟。对。哦。那么像黑棋这种双都不太用花时间，基本上就是秒下。那这地方顾子豪长考之后怎么办呢？他突然得出一个结论，我白棋可能不能再补了。啊，我要是在这里随便补段，被黑棋一跳，我这个棋肯定是不足以争胜。对。那选择了加外面的飞。飞。那黑棋像黑棋的招法都是命令形式的，我这个双，那你不补段我给你挤段。这对黑棋来讲都是必然的。现在加。回到这里加。现在加是如果现在白黑棋冲。冲我感觉白棋。他是什么，他应该是要想办法跟黑棋对杀。他就吃这个是吧，你如果还要立强硬分段我。我再粘上。再粘上。然后。这样子是行踪。下步棋怎么杀黑棋有学问。因为白棋这也有点对，因为如果我完整这压能压住的话，我肯定就不用想了。但是由于现在自身有弱点，对，这压不住啊，这是不行的。能冲出来，我是不是并一个？并一个，那他又尖出来了啊！对，这个白棋怎么办？这个也需要问一下他们。其实白棋也不见得行啊，这个图，但是肯定他得想办法。但实战我看看，实战丁浩白棋加的时候，丁浩算了啊，对，他没有把白棋这个冲断，对，他没有下那种这么狠的啊，就一定要把你吃掉的棋，把你全吃光啊。因为如果黑棋冲白棋挡的话，我感觉黑棋应该会冲，黑棋应该不会怕白棋这个打劫啊，这个劫对白棋来讲太重了，实在是打不起。对。那这一冲其实就是信号啊，我肯定能赢了啊，这冲回我觉得我赢多了。胜利宣言是吧，算了，就不跟你纠缠了。对。这个意思。那么白棋吃回去。吃回去了。黑棋也没有再在这里行棋。因为白棋这里已经断不掉黑棋了。白棋打断的话会被黑棋反冲出来。黑棋在上面。先手。上面压。压一个。确实可以看我们这一圈回过头来计算一下得失啊。白棋也没有走到太多的东西。从白棋搬了靠段开始。那白棋在这边成了 1,2,3,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成了十多木棋。那白棋付出代价呢，这地方被黑棋成了一些木。上方被黑棋打拔了。其实这和打拔加起来也接近十木了。所以说白棋并没有说找回来多少时空的这个损失。那局势呢还是很艰难的。对，肯定还是黑棋好，黑棋优势无疑。那对黑棋来说现在就是怎么样来安全运转是吧，这个局势。他现在飞。飞啊。没有下出这个很这个激烈的一拖。哎，有的时候看棋啊也能
从中分析一下这个棋手的性格是吧？你看丁浩还是说，总的来说比较均衡，还确实是比较均衡。对，就是在优势情况下呢，他哪怕稍微保守一点呢，只要保持住这个优势，把它转化到这个胜势就可以了。是的，如果是换一个人哈，比如说他对手，我换一下，换成谷子豪，谷子豪是不是不一定会这么温柔？可能挑最狠的下法，有可能啊。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说谷子豪是在优势情况下也不放过你的那种感觉，一定要赢得最多。交换一下之后，在这里长，你可以看黑棋长中间啊，白棋确实还是挺薄的。那么黑棋长是想让白棋交换这下顶，顶的话黑棋把白棋扳死啊，这回黑棋都很厚实，彻底放心了哈。白棋反正自己走，但是实控呢，前面说过，白棋还是不太够，还是不太够，而且这一代是不是将来还是黑棋掌目的可能性大？对，这一代白棋是没有机会掌目了，白棋中央肯定还是残子，对，最多联络，确实是黑棋现在形势非常的有利啊，但是这个大棋士战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赛事，冠军奖金50万人民币，亚军20万。对，那一盘这盘棋就价值30万是吧？主要最大的是这是一个头衔战。头衔战的意思就是丁浩赢了他是冠军，那么下届比赛他只需要等别人来攻略。哦，下届是挑战制的是吧？对，挑战制。哦，那太重要了。对，就是你如果拿到了这个头衔，下一届就已经坐而忘矣了。对，他已经最少他下届是亚军。他输了下届是亚军，赢了下届还是冠军。那么之前说的那个国手也是挑战制。所以说丁浩已经拿到了国手，然后如果这个骑士再拿到，就明年能握着两个挑战的头衔。对，那非常厉害。那么对这个白棋来说也是不能轻易的放弃啊，还要再寻找机会靠。这个靠黑棋冲，毫不留情面啊，这个冲断。确实白棋想拿黑棋这个中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黑棋呢也是想要逼迫你这个。对，从一路这尖回去。对，一路度过。这种一路度过呢，就是相当于让你单关回家。白棋加啊，这是白棋的权利啊。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一冲被白棋一打啊，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要记住这个棋不能轻易的冲，不是直接从一路度过啊，是从这里打，你这地方立不下去。立白棋一摘啊，这个地方直接出棋了。对，局部形成了紧气劫，如果吃分上啊，那黑棋再一收气，白棋我们就简单一路一立啊，这个就看着比较清楚。对啊，所以说这种地方一定要小心，不要别人一架我随手一冲啊，这个就出问题了。对，这个随手棋要杜绝啊。对，白棋加，白棋加，我黑棋里搬，大吃粘上。那现在白棋也只能联络，只能联络了。啊，我没办法，我这个只能尖回去。你说力量再大也只能先回去啊。对，这个再从长计议，没什么办法。好，黑棋对中央一扳。现在白棋真的是不好下。现在白棋这个中央这都是一些残子是吧？对，就算你能做活，主要现在感觉越来越薄，白棋。对，就算你能做活，其实你的目数也没有什么增长。感觉这盘棋白棋如果输了的话，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右边一带了，把黑棋撞得太厚，而且实地这一带白棋实地还是亏的，是还把黑棋撞厚了。就一开始这个转换，不知道谁
可能黑棋稍好，也是黑棋好，对，黑棋好。接下来这里又形成一个小转换。对，我们最直观的看胜率嘛，我们如果说初始白棋是60%的时候，那么像一开始跳啊靠，当时还是白棋60%的胜率，那么下了这个转换呢，黑棋75%，从黑棋40%黑棋涨到了75%，这个转换说明还是白棋亏不少，那么第二个这边下完的话，白棋胜率就没了，因为其实75%的话。这个棋还早，包括到这个棋到90%，都还早，因为现在决议的胜率啊，它要求比较严格，因为通常90%布局刚下几步棋，也没下什么特别臭的，就被90%了，说明90%的话优势不是很大，但是当到95、98%，那优势就比较明显，如果是到100%了的话，那就说明你至少输一手棋，人家弃权一手，你估计也不好，也是很不好的，对。所以这个胜率越到后面啊，虽然可能只涨一点点，但是那个涨确定性就更高了，是说明形势差距比较大。那如果是收官，这时候有一方90%多，那可能就是赢半亩，就半亩，对对对。那黑棋中央一扳，长。那像现在胜率的话，白棋一直在个位数爬行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形势确实。像我们都能判断出啊，明显不好的话，明显不好，还是确实有一些差距。对，现在这个中盘阶段是一个个位数的情况，就是5%之内的胜率，实际上就已经就是劣势是比较明显的。对，是比较明显的话。对，我一直感觉其实要80%以内，其实都还好。对，经常黑棋80%，下手棋白棋80%了。这个就是，而且就是可能就亏了一两目，这个有时候差距会很小。你看这盘白棋太薄了，主要可以看白棋现在中央，这个子力现在都太过于薄弱。对，这盘棋的格局呢，就是白棋现在的胜率确实是很低，但是更严重的哈，就是更难的就是它没有发力的点。对，黑棋比白棋要厚得多。对，就是对手又厚，空又多。这个就是真的是很难。那么，白棋虎。那下面这个招啊，白棋好像想办法它。打吃。搬。白棋开始上手段了。对，白棋要利用黑棋中央的气劲啊，他说我要打断你，你怕不怕？对，我们前面说白棋你想要争胜，对，单纯自己做活可能不足以争胜，你得想一些设一点圈套，对，让黑棋去犯错误，如果黑棋不犯错误的话，正常下肯定是下不赢。对，所以你首先自己得有一个蓝图是吧，就是怎么实现它再说，但你得有一个规划。其实这一点挺难的，就是怎么让对手犯错误。这一点的话，就是有的棋手就很强，有的棋手就不太擅长这方面。对，我们之前好像说像李氏十九段那时候不就说对这方面特别强。对，僵尸流嘛。僵尸流。所谓僵尸流就是经常是能够就是感觉这棋已经输挺的时候还能再翻身。对，李氏十他经常他棋呢他是一开始死了一块或者怎么样，感觉就是死了，但是当我们发现啊他没有差太多。对。他可能差距没有想象中这么大，但是我们老觉得他不行了。所以说他叫死而不僵是吧？对。像中国的话就是唐伟星他是比较擅长翻盘的。因为他的棋到中盘时候往往都是个位数。就是他胜率比如说只有10%了，这些棋很多，但是他下会他又赢了。你说像这样的棋手他的特点什么？他为什么屡屡的翻盘？他后半盘首先一个很厉害，他后半盘非常的紧凑，就是基本上后半盘用我们话说经常招招一选，就是下的是非常的紧的，而且他会有一些时候给对手设计一些犯错误的可能性，给你设点圈套，比如说读秒钟，我一下的话对手只有一个选择，那对手不可能会犯错误，对，但我下这步棋 ABCD 四个选择看上去哪个都行，其实只有一个行的，那对方就往往会犯错。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翻盘是不是也有一点心理战术啊？对，这个感觉都是有关的。而且他
这么翻盘多了的话，对手也老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招招法，是不是藏着什么刀，是不是啊？是的，哎，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啊，嗯，哎，能翻盘也是实力的体现。但顾子豪我搞不清，因为他赢的棋比较多，他通常都是还不错的。对，顾子豪棋就是经常是就是大胜，对，是吧？大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逆转别人还真是，嗯，好，没有什么特别深刻，对吧？对，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棋局。我们来看看，看看这盘棋有没有，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啊？黑的拐，白棋连扳。现在显然白的要上手段了。对，这个、白就如果你是这么简单的双打吃，他打一下，打一下，啊。其实我也在看白的，就算这么下白的行不行？就是白黑棋就算中计、是吧？我就算中计。我先给你打断，这我能吃掉你吗？我觉得也吃不掉。说实话，我粘回去、因为黑的这个顶是先手，黑的是顶先手，我感觉黑的一飞，或者我冲一下一飞，看上去就走掉了。啊，我们就看得简明一点，冲一下一飞，因为这个戟是绝仙嘛，对，戟是绝仙，我们黑棋可以暂时先保留。这个跳出去究竟是谁杀谁呢？对，我觉得白的应该也不太行啊。白棋气也很紧啊。对，这里其实要联络也得一手两手才能连回家。对，黑棋确实是。所以说，就算黑棋直接中计，白棋肯定也吃不掉黑棋，是吧？他是。黑棋是这是粘在这里、那没有，黑棋是黑棋很弯，选择弯、这个想把白棋全部歼灭，因为你要白棋只用这个贴线手是没有用的，贴我黑棋继续拐、你打断我，打断，对，打了一粘，然后我黑棋一歼出啊，这个地方白棋杀不过黑棋，现在白棋需要贴黑棋，我就跟着长啊，这个白棋气太短了。对，这个对杀可能没什么成算。所以丁浩这个弯也是想下得更狠一点，想早点结束了。对，现在可能已经在想晚上我吃什么的问题，怎么庆祝一下？请大家吃点什么好吃的。白棋拐啊，这一拐，这一拐的话。就问问黑棋，你还敢不敢冲？啊，你要是冲的话，就不一样了。我白棋断。如果我黑棋这么多双打吃，不知道打吃在哪儿了。打吃哪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会利用这个打吃的先手。然后打断你。啊、现在和刚才不一样的区别啊，是白棋这里多了一个子，打吃是先手。现在不一样了。对。刚才说顶是先手，现在没有了，对，是吧？这个顶没有了，那你出头，那现在出头的话，这个、出头就白棋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我们给大家摆上，黑棋提掉，提，白棋可以跳出去了，这个，啊，这个地方，这样是不是一个白棋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对，这是白棋精心设计的逆转图、啊，这个图是像这样，白棋这盘棋终于有。着落了，有机会了，是吧？说我这怎么能逆转？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这个有希望，有希望。其实就算这么下，是不是黑棋也不一定输啊？那需要重新判断，要重新判断了。至少是白棋有机会了，对，是不是可以收收官子了？好，这是白棋最希望达成的变化。是的，但是黑棋怎么会让你轻易的完成共享？没有打断，那黑棋，哎，粘回了。对，就联络。那我们看到刚才黑棋啊，这个冲了之后有很多个双打吃，所以这一代白棋其实是联络方面是没有那么完整的。对。我们看下一步，粘，他粘回来。白棋粘。所以对他这儿没法补了，想分段是分不断的。对，这还欠着扳呢。对。所以他在黑棋打吃，打吃、这样等于双方啊又达成了一个共识啊，收控，收控了，四六，这棋有的收吗？
看看它打吃完以后下哪儿，贴回去。嗯，白棋数一下大概45多一点，那和刚才差不多是吧？刚才是35目白棋。35哦，长了10目，这里长了10目。黑棋呢？黑棋应该也长了黑的55强。55强，那就10目。盘石加肯定。盘石加。盘石加，那盘面10目还强一些。对，感觉。那么是不是还是黑棋厚啊？是。白棋想逆转依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哎，但是你盘石是不是有的收了？但是盘石还是黑厚。因为其实盘石在这种稍微有点空旷的局面下是有的收的，像一些未知数。但是黑棋再厚的话就很难了。粘。其实白棋还是很顽强的啊，可以看确实是白棋薄，像这个地方中央白棋还有一些断点，是那也就意味着黑棋像这一带飞啊都是有先手啊，先手借用的长调。白棋退一下，白棋这里是点，哎，它是拖，它是拖的、拖黑的粘白的再爬，再爬进去和点效果一样是吧？想迷惑一下对手，白的点了爬，像这种地方就是，哎，我白棋点一个，你黑棋只有一种下法就是粘上，那我拖呢，你就有可能会虎啊，这种下法啊，多了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但是这两个哪个好呢？应该还是粘住好，还是粘住好，因为虎的话黑棋会落后手，嗯。啊，这个地方等于说你花了一手棋，大概相当于收了一个逆收3目多一点的官子。嗯、那其实就是说，白棋给了你两个选择，有一个正解，另外一个不太好，一个是亏一点的，亏一点的，考你一下。对啊，看看你会不会啊？你会我就没办法，我只能再爬。也挺狡猾的、啊。像这种地方就是，至少我还能再浪费点你时间啊、嗯，因为我点的话，你不需要浪费时间。这个先手啊、可以看黑棋都很厚，黑棋这压呀、全都是先手。嗯，虎。嗯，白棋扳，黑棋啊，这地方加进来，非常的狠。对，这地方确实是因为黑棋厚啊。啊，像黑棋断肯定是能断掉的，那白棋就跟着打算了。对，断它这里，这只能从下面、其实正常收官，我感觉断着收官也不错。嗯，但是现在和之前不太一样，现在白棋有一个上打啊，这一翻打太厉害了。我只能提是吧？对，如果黑棋拐进去，我如果拐啊，这盘棋顾子豪就实现了现在逆转，大逆转。对。这样的话吃不掉，对，黑棋是看起来有一打吃了，正好被搂死了、哦这个、所以说黑棋不能这么下，对，这个不能啊，这个低级失误了，这个如果黑棋提被白棋打进去、嗯、啊，那么黑棋是不便宜的，落后手了，对、嗯、而且你这么多子吃一个子花一手棋本身就亏了，对，所以官子还是夹着收好、啊、对，夹黑棋仗着白棋啊，全盘根本就没有劫。这地方，白棋特别想说我给你揍上去之类的。嗯。啊，但是现在劫财呢，你看这块黑棋有好多劫、嗯，而白棋全盘基本上就没有劫。这是劫吗？这是劫，只有一枚。一个。啊，对。第二个。再就不是劫了、嗯。对，这是黑的还有眼。对。那像黑棋冲啊，啊这块就有好多枚。对。这自己有本身劫。所以白棋也无奈，现在只能粘、粘回去。对，这盘棋就是现在黑棋厚。那打劫白棋也是打不过的，任何地方出现打劫白棋都是打不过，是这些都是他潜在的优势是吧，劫财多、嗯、然后黑棋粘，这个粘住啊，粘一个，粘也很大，粘的话将来这一带有加是吧，对，马上就要加进去，可能马上就要加进去。对，白棋补了一个，白棋补了，飞补在这儿，补这儿是防住加了、嗯，是吧？我现在还能加吗？啊，现在肯定加不进去了，不行了，加它就立下去。我如果这个
这个地方也很难对付，我这顶一个啊，顶住。这个地方黑的加也不见得亏，你就粘了再往出搬。我还想能不能单搬？粘一下也不会亏。好，那我先粘。对，这只能说黑棋要形势不利的话，黑棋会去想办法。嗯。比如说，现在打个比方啊，我们现在黑棋不粘，这时候黑棋要形势不好的话，我黑棋会先在上面来。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欠着一个扳断。嗯。这一扳断把你这四个吃了还是挺大的。对。那扳断的话，四个子死了的话，能成十目棋墙。所以说我可以先去引征之类的。嗯。那由于现在黑棋形势好，黑棋就简明了是吧，不太多跟白棋纠缠了。对。白棋飞，黑棋以后可能就外面点一下。嗯。那为什么说之前我要先大飞呢？因为现在点白棋可以贴住了。这地方正好给征死了。哦，这里。对。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扳断。断不掉。现在扳它这个断打是先手吗？对，正好就征死了。有一个征死啊，这个是刚好点到这儿是能吃，刚好把它征掉了。嗯，所以说如果黑棋形势不好的话，黑棋还会去想办法。动动脑筋 这里。他现在优势的话，他就懒得去跟白棋操作了。对。简明定型就可以了。嗯。这里先冲。上边搬一下，靠，靠一个，其实意思差不多。白棋只要一退呢，黑棋还是断不掉啊，就靠和点，你放哪里都断不掉，好的关系了。可能靠好了不到一目棋吧，差不了太多。黑棋现在也就是收收控，对吧？把你压缩压缩就够了。黑棋利用它后背收收控，应该是能收到不止盘石的，因为刚才说盘石黑棋还厚。嗯。黑棋提。嗯。那么白棋补，这个时候要补一手。补一个。嗯。黑棋贴一下，其实现在相对更好点目，再点点目判断一下形势。对，好。这个地方黑棋以后是挤着收官，挤白棋退，挤粘冲一下。现在棋盘也是越来越小啊，留给白棋争胜的空间也是逐渐在变窄。刚才我们上一次判断形势的时候，大概白黑棋是盘面十目朝上啊，黑棋盘石的优势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哈。啊，但好像比刚才细了一点点。哦、为什么呢？因为白棋这个一带啊，比我之前点的空要多多一点、因为之前我觉得黑的这一带掉有先手、现在好像应该也就是盘石左右的优势啊、那就白棋黑棋还是下的比较稳健，可能是盘石该黑下啊。嗯，但是现在比我们上次判断这个棋盘又变小了很多，对，又小了，又小了很多。所以，虽然目数是拉近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幅度还不够，对，是吧？对，就是最后你输半目也是输，这个输半目和输多少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对黑棋来说，丁浩来说就是安全运转，安全第一。你看他在这一带确实都没有下特别过分的棋，或者他就感觉到就是你看他就粘一个这个就是挑最简明的粘一个八目棋，从招法上来看，丁浩也是知道他自己明显赢了，丁浩00后是吧？2000年出生，对，比姑子豪小2岁，就现在确实是年轻人也是很强大啊。对，我们看看后面的官子，好。黑棋弯一下，把这个地方跳，这个收官是，这是收官的技巧跳是吧？跳其实一样的，这个现在这个局部跳和粘是一样的，但是一定不能挡，挡的话，挡被打，被打、
这个档和之前长出来和这个打拔形状有点像、啊、这打有点麻，不知道是粘，这现在只能粘了，现在只能粘、啊、但是给白棋留个加进去的关子 啊，这个地方只要不弯在这儿走哪儿都行，粘或者跳，你跳粘尖、啊、包括你虎的一路也行啊，千万别挡是吧，一看起来好像是挡是紧凑的，实际上被一打不太好下，嗯，打的话刚才说只能粘是吧，不能提，提白棋拖进去一拖、啊拖进的话他就跟你铺这个劫是吧，反正你要粘我有可能啊，不，现在这还有眼，但是就是目数就亏了嘛，亏了啊、嗯、所以这一带他是选择跳的，跳黑棋粘上，白棋去哪里了呢，这里冲啊，白棋先冲一下啊，对，刚才我就其实我没有判断清的就是这个跳和这个虎哪个大、嗯、其实这两个关子都蛮大的，嗯，这个虎大概这个不走的话然后打吃了虎下来是吧，对，黑的是单虎以后扳是先手哦，大概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目棋左右的啊，接近七目的价值，不到七目，嗯，那、啊、这算白的打一下的话是不到七目，嗯，那这个跳应该是有六目多，嗯，啊，包括白棋打了粘之后没活，对，所以丁浩选择跳，应该是跳比这个上面好，黑棋搬，这时候黑棋白棋只能长，啊，啊。这个是一个好次序哈，下面先搬、啊、然后再上面搬。上面搬。啊，黑棋把这个爬，哎，刚才说了，如果是白棋打掉的话，这个病价值比较大，但如果黑棋爬的话，啊，病价值会变小。这个不用补啊，不用补了。现在上面这个爬了粘是后手，暂时不用补啊。对，以后要收气，嗯，以后要收两口。白棋打在这儿，黑棋冲、嗯、白棋提掉，这个打吃是几目棋、啊、这个打吃好难算啊出了一个难题，对，这个我觉得你收三目左右吧，你收三目，对，他不是先手吗，白棋打是先手，黑棋走是逆收吗、哦、黑棋走是白棋等于先手三目、对，白棋要先手全力就不好说了、这个、如果是白棋不走黑棋要下是黑棋冲、哦、黑棋冲本身这是破了一二三，嗯，三目棋，那黑棋这个子嗯，和现在到底有没有目我估计差不了太多，嗯，所以是逆收三目左右，对，反正不见得比这个爬小，但只这样黑棋会更厚，嗯，我就现在丁浩是选择啊哪个后是收哪个，可以看他爬了粘啊，在上面又留下了若干的劫材，对啊，他只要是一打劫那随时打劫他都能打赢，所以我们收官的时候就是说两个价值相当的时候，两个价值相当的关子、啊、我一定收劫材好的，挑那个劫材好的就是味道好的，对，是的，去收啊，那他现在就是他觉得他赢了他就收劫材多的，那像其实这点的话就是想到了啊，人类棋手和人工智能在小关子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喜欢先算目，比如说这步棋是三目，这步棋是两目半，嗯啊，这步棋是两目等等，嗯，先排序是吧，对，我们先排序，先收最大的然后收到最小的，然后比如说有打劫再去计算劫材，那有的时候人工智能说我这个棋虽然只有两目半但是我劫材好，嗯，比它比三目大，哦，其实他是把劫材也算进去了，是有一定价值的。比如说你收三目，最后你被别人粘接收后了，嗯啊，可能就会这样。但是当我们计算关子的时候，嗯，我们都是先计算目数，嗯啊，计算这个是几目，这个是几目，然后给他一个排序，对，然后最后再看啊劫材之类的。是，这是不是也是跟计算量有关系啊？不太是，因为有时候你算不到那么深，就是对呀、啊，就是还是计算量，嗯，或者有时候。干脆就很难想到最后总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选哪个、嗯、是吧，对，
还是先选这个眼见的目数大的那个官子。接下来我看看，他搬，这是先手搬粘。白棋搬粘。哎，拐一个。现在都是很小的官子了，是吧？对。这个拐，我估计黑棋会把这个挤掉。挤了吗？哦，他这个也很大，不走的话，将来被人家。对，由于搬粘掉之后，被黑棋一扑，再一断。做一断，这个全都要连回去。对，全都要收气。所以他这个不仅是一目棋哈。这一目、两目、三目，至少三目。先黑棋打。现在应该是已经双方都进入读秒了。啊，对，应该已经进入读秒很久了。所以这种打一下可能是个打将，是不是？哇，这中间还有啊，原来这地方还有一挤啊。哦，但他这个补棋有点问题，是不是？啊，不是的，他补的时候当时没有问题。还记得我们这个地方打掉了吗？就是没有长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没有这个长，当时可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黑棋是不能挤的，因为白棋直接一打。哦。就争死了。争死了，对。当时就说这个争子的问题。但是白棋收官呢，不小心这个地方。哎，是忽略了吗？收掉了。应该是本身白棋收完。忘了就是中间要补棋。啊，这为什么丁浩选择这个爬，我说本身这个爬应该没有逆手三目左右的。他是因为这一带有先手。对。他很清醒啊，黑棋一直下得很清醒。你看他这打一个应该是打将。打将，然后再去算一下。去计算一下这是不是挤的死。对。然后一挤。等于再验证一下。哦，但他如果眼神已经看到这里的话，他这个计算就会很快。对。是吧，这里。他早就知道这里还有一挤。哦，这一挤那这个差距又扩大了。对。等于说双方现在都没什么，全盘没什么大的情况下，这一挤挤死了，相当于一个逆手四目。这个就等于是说白差了四目吧，对，跟双方的点目。啊，这个还是。这没有办法。厉害。顶这个。他就把这个给吃掉。对，这个太大了。把这两个子吃掉。不过这棋啊，对白棋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点的盘十变成可能盘十四、盘十五。如果说它是盘十，本来是接近的时候，六七目的时候，如果出现这样的失误，那就太痛了啊。对，等于说他自己打完之后，发现还是亏的啊，这个是一个先手亏。但是不是他也有可能也看到了，所以算了不补了。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因为白棋已经不够了嘛。对顾子豪来讲，他一直是在拼搏后半盘。是。那么这个地方挤死之后，他发现确实没得收。那这步棋呢，黑棋提掉两个子之后，这个215手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棋啊。提掉之后呢，白棋顾子豪是认输了。那么丁浩九段呢，也是获得了本局的胜利，并且呢拿到了首届大棋世赛的冠军啊！在此也是祝贺丁浩九段啊！对，太厉害了，有点。那这么算起来，丁浩今年已经是拿到了从这个他开学以后第四个冠军，成为大学生之后，对第四个冠军，第四个冠军了，包括这个我们这四个是含了这个野狐争霸赛是吧？对，就是国内计算等级分的比赛，这是三个，三个，而且都是很。都是大比赛啊，重量级的，都是重量级的，都是重量级的。它有两个是这种挑战制、从严制的啊。象棋杯是重新打的，对，象棋杯是重新来的啊。所以这个丁浩在今年的下半年好像是吧，突然爆发，赢了爆发。对，突然之前国内比赛，就是我记得丁浩是围甲成绩比较好，因为围甲的话，他在主将位是比如说跟柯洁，都是有时候经常能赢的，那么在。国内大赛好像丁浩之前只拿过一个冠军，是一个 CCTV 快棋赛。对，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等于说丁浩连续夺冠。
我记得好像丁浩拿到国手战冠军时候发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他就觉得觉得自己说太梦幻了，这拿三个冠军。对对，是的，他肯定没想到这么快又拿到了一个对吧，又有新的冠军入账了那这盘棋，但是反过来说，好像谷子豪九段不太发挥，有点不太发挥。对，是不是啊？尤其是在其实决定胜负的真正决定胜负的这个局部就是这里是吧，这个开局这两个小转换。对，其实另一方面说可能也是丁浩发挥太好因为我记得国手战的时候丁浩当时赢了柯洁拿到冠军然后那盘棋柯洁也是不太发挥但是丁浩的棋好像质量确实很高下的他吻合度是很高的吻合度是说和这个决议哈对和这个 AI 的吻合度他下了很多手一选我看这个吻合度是很高的那确实是厉害对那么对，在此也是祝贺丁浩哈得到了这个我们2021年这个12月30日的最后一项大赛的冠 军，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给自己的一个新年礼物啊。对。好的，好，那么我们本局的解说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谭笑九段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决赛。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再见。